新北耶诞城，那这边是三号出口的梦幻庄园。因为我来比较晚了，所以有一些设施已经不行了。可是这个很漂亮的，这个还是有。不过这个。都是人了，每个人都在拍完美照。你有看吗？你要拍吗？他有手机，那个不会先拍。拢是人啊！现在已经10:30了，还这么多人。梦幻庄园，好可惜的跷跷板不能坐。去了就好像是迷宫了，不好不会进去。很多服务台都关了。哦，好像可以挤进去啊，不行进去了，啊，好可惜哦。开到10:00，走吧。
这已经关灯了，阿拉丁。妈，这吃麦当劳进城了。等到后面吗？这边好像是主要的展场。收摊的平卖，通通一百。啊，不是说本来就一百就好了吗？啊！啊，圣诞树不见了。不、哦，我要听。啊，好像。没亮灯了。那我们可以去那里一下吗？再拿下来。嗯。这样拍的漂亮，因为后面是暗的。对。亮了没？
该是没有了。刚刚十一点的灯光秀应该是没了，大概三到五分吧。
盖阿西拉是到这边，不是啊，像。你坐你隔壁车，明天咯。